消息好点没？还是报答处报答国家，对不对？做一个有限的年轻人，对国家贡献有限的年轻人，好吧？你小时候的生活是怎么样？我们的生活很简单，很朴素。为啥？这以前是我一个人在家，劳动力，还有两个小孩，还有一个的90岁的老奶奶，体力劳动就靠我一个。你有没有上学？我上过学，我上过初中。像以前嘛，就是去出口一天，劳动一天呢，回来呢做做饭，这种吧，一天只知道麻活。我的父母们他们早去世了呀，我3岁左右呢哈，我母亲就去世了，靠我父亲帮我们培养的孩子，问我父亲他，是帮我们3个兄弟嘛，我们有3个哥哥，姐姐一个，还有我姐。他90多岁他才去世，我们年轻到现在改变多了嘛，我们年轻时候呢一天就忙出够，但是做工会这是体力活动，小时候呢他们我们是还是过得开心的，现在没改变多了嘛，现在年轻人老是做劳动田活嘛，他们都是去打工，就是打工还挣钱，你看我们天天出工出工没得钱挣，不好，我年过吧，我们是13年了哈结婚的，我的老爸们叫杨国忠，他是里面修复工的，那前面在外面也是。还是工资比较少，家里要不就靠我一个劳动力。对你们年轻人们，现在们要珍惜生活，要咱们调节多好。Miss Yang Yongli is 65 years old. She has been working at a stand on the street selling small items for over 10 years. Thank you to Miss Yang for her time.And for sharing her story with us. Mm-hmm.